本章主要分享的是竞争对手分析的三个层次。投资人最喜欢问创业者的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竞争对手分析。他这是产品向下的一个做一个可行性分析的时候，也就是说你今天除了了解他哪些产品，我们要了解说到底他有没有市场性。所谓市场性就是有人买啊，有人买的前提之后一定会有一个竞争的对象，也就是说可能你在中途要卖给这个人之前，你的产品就可以比下来了，所以就会有所谓的竞争对手分析。那如果说我们今天讲创业是一种新的想法，新的 idea 的话，那最常出现的就是说一个创业者在写创业计划书的时候，他针对竞争对手的分析他基本上就有三个层次的想法。第一种层次是最好的，他本身是把所有的竞争对手都列示出来，然后做成矩阵图，而且明确标出说到底他的优点有哪些，他的劣点有哪些，对手到底哪里比他强，哪里比他弱，这种其实是最好的。那第二种的时候是可能写起来就语言不详，那当人家在问的时候他就直接讲，人家对手是上一代的技术，他是最新的技术，所以导致于说他这个技术应该是无人能敌那像这样的想法，大多数其实我们讲投资者他都是保持观望态度，当然事后的话投资者也会去调查了那第三种最差的讲法就是说不知，我们讲兵法上来讲就是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那有人呢，有的人呢只知自己，也有人是知己知彼那知彼的时候还会有情况的区分有的人是连彼在哪里都不知道，有的人是能够找出这个竞争对手，而且可以很明确指出自己跟对手之间差异的地方。那所以如果说基本上讲的是目前还没有人可以做得到这样的一个创业者回答那其实这个是最差的。那这个东西的时候就让我联想到有一次我在参加创业大赛的时候，我讲到一些邮局的部分，然后我用一些很简单的话跟一些创投评审讲我说我的对手的话，他最大的缺点是说我如果用一种比较简单话来讲，他就是用现成的邮局从户外搬到户内这第一种说法。那如果说我们有以从经验值的角度其实他基本上来讲他就是房东那要跑来当大厨用这样的一个想法去跟他讲那他们问我说我产品我的邮局有什么特色我说在我脑中的邮局本身它的一个特殊性是在于它的市场调查。那我对消费者的观察是以投票时间投票方式是以他们的时间跟重复次数，也就是说当初我们老板是三个点我敢说我是唯一的大人我有一次还卡在玩具里面爬不出来，你知道吗？我每到一个点的时候，我都会每个邮局我都爬过一次，爬得我脚痛死了。有些点那而且甚至有的点是其实大人很难进去的，而且加上如果你前面有小孩后面有小孩那真的是超级有趣的所以基本上来讲我对邮局的研究的话，基本上我是把市场调查精神带进来，我会去研究各点到底哪一个邮局的小孩子游玩的时间有多久，我习惯带个码表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这个就是我对邮局的认识当然我们今天讲的就是一个因为我面临的场景比较大嘛，怎么说我13个点的经验。那第二个部分的时候，我邮局的一个特色之处是本身我是加上互动。那互动是什么定义呢？就是所谓的一般人是家具嘛，既然是家具的话就是死的东西，那我加上互动的意思就是加上软硬体跟资讯整合这才是我的重点。我曾经构想过一个我们讲设计台来讲，那一般设计台的话这个部分都只是死的，也就是说张三可能某一个人涉及另外一个人我就曾经想去记录说这个人涉及谁几箱，我没有办法把它数据化跟标准化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要导入一种所谓的玩偶秀，也就是说我不让小孩子打小孩子我们找一个共同的敌人大家来打那这个东西的话就牵涉到我背后的，我在做游戏场的话把主题化，而且甚至我打算把它故事化，甚至于说我要想把一本非常有名的书就是一个美国教育部长的一个针对所有故事的收集，这个东西把它主题化变成一个故事，变成一个电影，变成一个玩偶，我那个授权化所以基本上第三个部分的时候，我曾经构想说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一个类似虚拟实境又很安全的地方？也就是说，假设比来讲，我们讲直升机战斗，对不对？那一般人在飞行直升机的时候都是秒数太短的问题。那我们可能创造一个虚拟的实际上的东西，就是说我今天我可以看到谁射击我，别人也看射击我的时候，我也会有动作感应。可是在安全上是完全无虞的一个游具，也就是说要整合我所会的软体、硬体，还有机电整合，还有资讯的部分，也就是创造这样的一个儿童的人间天堂啊。那这个东西当然短期之间其实是还蛮难形容的啊。所以有人在跟我讲说，那游具特色在哪里？我的游具在会动，而且本身我的游具是有空间感的。也可以说，一般人在设计游具的场地的话，都是所谓的平面空间。我设计是立体空间，而且我设计的是多项式互动式的立体空间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在讲游具，其实游具这个东西不是说你随便请来几个人然后他们就很容易懂哦。你总是要从成功经验，从市场调查，你要从一种组合的观点啊，那种东西是一种长久时间的累积啊，其实很难用知识片语去给它很完整的形容出来。那这个就是本章我在提到对竞争对手的分析的时候，各位要站到这个层次的时候，你才有办法让你的投资人相信你是一个成熟的创业者。感谢各位收听，我是张明义，我是玩销力的共同作者，谢谢。